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和睡衣超人猫小子一起玩音乐工程车云梯车。云梯车有灯光、惯性，还有音乐、唐诗、故事。云梯车的梯子可以升得很高很高。基座可以360度旋转。云梯车有6个轮子，惯性车车，反光镜，能活动，张开，合上。张开，合上，转动基座。这时候，这个云梯是固定住的，把它打开。这个可以前后活动。它的作用是用来夹住云梯的，固定云梯的。基座可以转动，升起云梯。哇，升得特别高，云梯可以升这么高呢。最上面有一个小篮子，人可以站在里面哦。降下云梯，听音乐了。小朋友，宝乐新玩具乐园欢迎你。莱德队长来找猫小子了。猫小子，请你帮我一个忙。刚才一阵大风经过，把我的毛巾吹到高高的树上去了，请你帮我拿下来好吗？好的，莱德队长，不用担心，有我的云梯车，再高的地方我也能够得到哦。那莱德队长，我现在就出发了。好的，拜拜。猫小子来了。云梯升起来了。转动云梯，毛巾拿到了，太好了！降下云梯，转动基座，
莱德队长，给你毛巾哦。太好了，谢谢你猫小子，哈哈哈哈。小事一桩，不用客气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拜拜。